别进别进，快人来了，快快快跑，快跑快跑，雪，快跑快跑，快跑雪，雪快跑。这次是最危险的一次，看见大老虎。分布范围已越来越广，目前出来我们要加彩虹了，靠近人烟比较多。它出现这个呢，实际上也还算正常吧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在过去一些年，经常有俄罗斯的一些个体吧，主要是一些雄性个体啊，它刚成年，它就会向中国这边。两个马路。我一直给他惊动了，就又跑，跑到我家后面拉进家。不是你那么拦，你那么拦了，那个上的茬不把老虎的肚子拖黑了吗？贴根拿，贴根拿，先把那个小的给他锯了。啊，对对对对，这么拿，贴根拿，拽后腿，拽后腿，一二退，再来一下，一二退，来下来，一二，来油封不来了，我找找钱呢，师傅啊。不是那刻呀，哥。来来，谁？就是能看出来是耻骨功夫吗？这大刀。别摸，别摸。直接就往老虎那边走了啊！那我和我姑婆就下去嗷嗷喊他，后来他往回跑，往回跑，俺那这走就不赶趟了，老虎就直接奔上来了，就把大门给扒了。